大家好，我是廖初，今天是元宵节，祝朋友们元宵节快乐。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去西门菜市场买的一个元宵节的馅料，我选的是花生芝麻馅的，就是一盒35块钱。老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去年我是自己在家做馅料的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我之前的视频学一下。但是我今年就想偷懒一下，所以买了这种成品的。但是我等一下滚元宵我会自己滚，顺便让我女儿体验一下。准备一个大盆，倒入糯米粉，再准备一个小盆，倒入清水。就这样哈，我们先浸泡一次冷水，这样把它打湿，然后再倒到那个糯米粉里面，好，开始滚。来，妈妈演示一遍给你看，像这样，滚圆圈，转转转，看到吗？嗯。对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好，滚匀了哈。嗯。滚匀了过后，我就给它再过一遍水，这个是要连续过7-8遍的，它才会越滚越厚，越滚越厚，知道吗？好，抬起来就好，烘干一下。对，再倒到妈妈这边来。对，现在已经滚了几次了？滚了4次了，可能有。嗯。完美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是我们滚了7遍左右，像这样变得越来越大，像一个汤圆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可以摆好。对，哇，好棒啊！哇，好嘞，滚好了吗？好，来，让姐姐，让姐姐弄。好嘞，哎，你们两个自己拿着滚啊、哦，这一次，来，怎么滚？我不是这样。对的，这样滚起来，对，转圈圈，对的。机器到了。可以了吗？来，试着滚一下。妈妈嘎，不然你们等一下全部给我倒下去。妈妈，来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换衣服哈，没关系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好呀。对呀、啊。要不晚上下午带你们去，妹妹那个自行车都一直都没去练。给你组装好的那个自行车啊，你爸爸买的那个。哦。要不下午带你去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两个弟弟呢？要。要。两个弟弟就玩滑板车了哈。好。好嘞。再来，哦，加盐。等下自己做的吃的比较香哦，再来一次。对，打圈圈，对的，用力。哇，好棒！杨小小厨。再滚最后一次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它这个大小可以了，厉害！哇，等下你吃要多吃几个哦。好。嗯。看，好大、啊！对，就是你自己滚的，太棒了。我来摆好。好嘞。现在还是在底下等飘起来才可以。对，这些白云飘飘飘。第一次做元宵节，感觉怎么样？好，好玩，好玩啊！小心烫。好，我一点点的漏，因为这个烫我害怕上到手。嗯，对。刚才我那边辛苦，辛苦啊！辛苦啊！穿多假，这个就是妹妹滚的。嗯，妹妹真的，妹妹尝一下，自己滚的好不好吃？好吃哦，嗯，好香，好不好吃啊，大哥？好吃，好吃。大哥，你都吃完了，大哥，很可怜啊。爸爸再放一个给你，嗯，你吃三个。爸爸吃一个，好嘞，真来吃，真大嘴的瓜，好吃吗？好吃哦。亮了，亮了，你还要吃吗？还要，还要妈妈再给你一个哈。嗯，是蛮好吃的，不用谢。这是姐姐今天自己滚的，好厉害的。你们也有滚对不对？毛林这两个就会了。他们今天有尝试一下。嗯。
但是力气不是很大，没有小妹妹这么力气大。正上去，脚，对，边边，身子要坐正，哦，不能歪，身子歪了。哎、欸，我穿下来，来，开始。我想要这个。不行，来，加油，要对自己有信心了。来，开始，好，开始前方。开始前方，好，开始吧。开始前方，身子坐直，对，坐直，对。厉害！现在我可以自己学了。对。现在我会了。太厉害了，大哥，给姐姐点个赞。点赞。点赞。姐姐好厉害呀、啊！好厉害！好快！哇，好棒啊，妹妹！刹车一下，对对对，刹车还不怎么稳，要慢慢练习刹车哈、哦，才能保护自己哈、哦。嗯，嗨，哥哥，哥哥厉害，弟弟也厉害。加速！妹妹是不是没有那么难？你刚才差一点就放弃了，还是妈妈就是给你助力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像学自行车好像没有什么难。对呀、啊。找到那一种感觉，放轻松就好。对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学任何东西，只要你放轻松，只要不要放弃自己，知道吗？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，好吗？好。嗯。打不了，不要下去了。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我也觉得很厉害了。二，一，跑！